申し上げます。20分お届けしました。我现在已经坐到飞机上了，而且我前面的人刚好在讨论他的戏。我的室友还带葡萄给我们吃，这个葡萄是你们买的哦。嗯，在车站买，好便宜耶！这东西比差多少钱？一大盒，那个盒子刚400块，已经被我们吃掉了。好甜，很甜，对不对？好热血哦！他的爱心剪得太丑了，我帮他修一下。你看这个，哎、欸，真的哎，都有锯齿妆。认真的女人最美丽。现在是演唱会的行前会，你喜欢谁？艾巴哥，艾巴哥，耶，艾巴哥。这一位呢？小鬼。你跟谁？小鬼，麻婆王子 ，OK？ 我的 Nino， 我的 Nino，Nino， 再见 ，Nino me。耶，这今天是演唱会前一天，前一天还有背景音乐，好有 feel 哦，你们好可爱哦。哎呦，按错了，好棒，我起鸡皮疙瘩了，还没开始，全身起鸡皮疙瘩，好感动，哭哎，现在快哭了，要死哦，对。因为安娜西亚原本认识这么多朋友，因为她我们都在这里，都在日本。对啊，好开心。真的，这里都是因为安娜西亚。对啊，他们促进了日本的所得税。对，真的。我们现在要准备出门，要去看演唱会了。我们有扇子，有带了，有会员证，有。好，望远镜啊，望远镜，对对，有我有带望远镜，好，再有，好啊，你们两个的背影看起来一模一样，哎，超可爱的。啊，这里有很多 set， 这个头发、啊、是有人帮我编的，你们看得到吗？快留我，别加，我觉得超好看的，已经有人编的头发。你根本是美容师啊！对，都是这一位大神，我们的设计师大神帮我们编的。迷妹纪念性的喝一杯。哎，这里画质好好哦。哎，太快了吧！印象这辈子马赛克。耶！我们的爱的结晶，哎，等下把它剪一剪。然后我们两个现在到了札幌ドーム的车站，福住车站，给大家看一下人潮。而且大家都会带他们的那个周边袋。然后给大家看，就是因为阿拉西要开演唱会，所以这几天就是说车站会非常非常的忙碌。车站附近的超市还写欢迎阿拉西的粉丝来到札幌，好棒哦！满满的阿拉西的海报跟商品。现在全部人都围在这里在拍阿拉西的这个墙，这个商店街真的太会行销了。期不期待？期待。我遇到
我的观众，你们两个单谁？艾巴，艾巴，单谁？我要谁？单谁？妮娜，来休假。然后这位观众他是明天生日，他明天也要看演唱会，他们就做了这一个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他后面还两个人工作人员。那现在呢，已经到会场了，我们要去买周边产品。可是因为周边产品是不能拍摄的，所以我就没有要拍了。这是我买的周边，因为真的太多，然后现在排厕所不太方便把它打开。那边超多人，你看那个，哎呦，好像虫哦，小蚂蚁。你看那个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那个像虫哦。现在我们看完演唱会要坐飞机回东京了，隔天要继续上班。这一台班机超多人都背着懒的周边袋，根本就是懒的穿机。